在这座城市变成汪洋大海之前，我要去绑架一个人，一个知道我是谁的人。地下世界的王，只要我在这里，我和他们还在妄想用一场就无人可以践踏人类的灵魂，清洗这片土地上的血。除了欲望和贪婪，对一个血族，你还在期待些什么？我听到的，就笑着要给我自由，但想要的东西，我自己会动手。有什么时候轮得到别人施舍？当世界在分崩离析的时候，总有人要给他一个可以遵循的声音。去告诉你们的神，他想要成为什么人，只有他自己能够决定。那些忘记彼此的事情，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理想者理应背负信仰，而我因有你，不必踽踽独行。